将电源线插头插入点烟器接口通电，另外一头插入千斤顶遥控器接口，选择合适位置摆放，轻按上升按钮就可以轻松顶起车子。取出电动扳手，拔出千斤顶电源并接到电动扳手，选择合适的套筒尺寸，将套筒套入扳手输出轴，按开关等键，听到啪啪声，螺丝就松了。装上轮胎时，用手将轮胎螺丝旋入，再使用电动扳手按下一键，等到啪啪声，螺丝就紧了。换轮胎轻松完成。